说清楚啊，你赶紧去吧，别晚了。到了就打电话啊！哎，你别怪他们，我跟他们说啊。放心吧，你爸，你们在家也注意好身体。行行，好，安全带，安全带，你慢点开啊，稳着点。要不你说？哎呀，你赶紧吧啊！拜拜，到了打电话啊，一下飞机就打。